他已经来这边已经六年多了啦，哦，那前两年多我还没当里长，哦，我是这一任才当里长，是吧？这一任当里长，里民一直反映啦，因为他有门道错，还是还灌溉水，对吧？有水水洪水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会打给里长，他们第一个找就。做里长，就是说他还没合法就已经开始在屠宰了啦，然后就是有那个空气污染呐，啊，还有血水可能也污染污染农地，污染农地，哦，什么味道我不会形容，好像是死老鼠的味道，它是鸡毛鸡粪粘在一起烧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混在一起，混在一起烧就产生这个味道出来。李环平，欢迎环平，助造污染。请依法还平，请依法还平，勿破坏环境，勿破坏环境，护火敦南，护火敦南，拒绝污染，拒绝污染。里长，你们举着。